我们这两个知青呢，在你这儿待上2年，他们呢，读书识汉字。你好，你的存在，他从未投降。 被狼迷住了，能不能抓一只小狼崽儿？我研究研究。我接到了上级关于今年掏狼崽的指示啊，掏了狼崽，狼不就变少？再去掏狼崽，狼会愤怒和报复的。这什么命令？ 真的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在牧羊区里边养狼，那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我承认，这是我养的。那狼群要听到声音的话，肯定会来闹的。 满山遍野都是狼啊！放他走吧！我够了，小狼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。你把神抓起来，让他变为了奴隶，你会得到报应的。住手！